殿堂级歌手林子祥2月26日下午重回母校香港拔萃男书院，为将在5月3号到7号在香港红馆举办的演唱会举行记者会。这也是林子祥时隔三年再踏上红馆。他表示，这次的演唱会会加入音乐剧元素、电影元素以及 MTV 等，要花很多时间去排练。当天记者会上，林子祥和参与他歌唱的其中三位后辈歌手儿子林德信、胡林以及小飞一起演唱经典老歌《三人行》，而太太叶倩文更以演唱会监制的身份现身支持。不知道到时演唱会时，叶倩文会不会也一起上台表演呢？这个演唱会没有莎莉啊，他在后台会跟着很多东西，不过他上台呢是没有什么角色给他做。那这次再和爸爸一起合作，林德信，你压力大不大呀？很紧张，很开心，因为他为了这个演唱会，他就改编了差不多每一首他的歌。为了这个剧本、这个故事去改编，所以就很特别。因为本身他的歌已经很好听，但是现在就加入戏演员就，是变了另外一回事。另外，做演唱会时总需要大量的体力，不知道林德信会不会陪着爸爸一起做体能训练呢？我没时间呢。我天天都在排练排练我们放很多压力给他，要学好、唱好、演好那些歌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